在医院还摆谱，病人是有晕血史是吧？嗯，这是隐私，不方便回答。晕血？秦小姐，我希望你今晚不离不弃地陪在我身边，挽着我的手，一刻都不能离开。 你回来干什么？哎，你果然晕红色，而且我对你有作用。 医生嘱咐让你休息，休息完就可以继续了。我哪里弱鸡了？